嗓子口味，但是蛮好吃。这是什么歌？江米的。那一个这个江米的，我切一小块儿。行，那么啊，行。现在还有，蓝莓、酸奶、五仁、那个草莓。蓝莓、酸奶，还有草莓吧。然后再要两个这个杂粮包。这些一共多少钱呀？行。你好，烤红薯怎么卖的？48的。跟45的。还不一样吗？有啥区别呀？大小个不一样，这边有10块的，有13的。要这个，老板，猪蹄怎么卖的？按斤称的是吧？那给我来一个。看的这个不是旁边的这个啊？对对对，这个是没有骨头吗？看着。哦。这是咱们的。13一斤，你俩个合适。啊。你俩个便宜。那我要两个吧。行。行，那就是两个吧。来，啊，4块4，4块钱吧。啊，行。不知道怎么卖的。哎，这个这一串那一串。差这一个吧。这一串，对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好吃的。老板，这甲鱼怎么卖的？要辣的，要不辣的，35一只。一个辣的，一个辣的啊。老板，芝麻球怎么卖的？啊，这是试吃吗？要有特殊需要也可以定做。有什么特殊需要吗？我要一盒吧。老板，水果甜碰是哪种啊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这个甜，又脆又甜。哦。这怎么卖的？这是18一斤，哦，要两个是吧？那五个多少钱？3.6块。啊，哦，行，我扫你。先吃个糯叽叽的驴打滚儿。糯糯的，里面有枣泥，然后裹满了豆粉。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枣泥口味的。这个是蓝莓的，还有爆浆，里面的夹心好好吃呀。这个是酸奶口味的，不过甜甜的，好好吃呀。应该叫糯米糕，好像粽子一样，那就是像粽子一样。烤猪蹄。小骨头还是有的，肉质很紧实，满满的胶原蛋白。这葡萄超大颗，比我的眼大好几个。超级甜，水分超级多，两种莲蓬，看看有没有区别。这个是普通的，这个是水果莲蓬。老板说水果的比较甜。先吃一下这个水果的，有一点甘甜，再尝一下这个普通的。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味道好像一样呀。老板说吃了会长头发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我觉得我头发不需要再多了，当个养生丸吃一吃吧。
挺好的，吃起来挺香的，每天吃一颗就好了。拜拜了。